这最后一封信说，他终于想通了，必齐离婚，还想到你那儿住几天。是啊，我觉得事情挺严重的，收到信后我就立刻给他打电话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哭着跟我说，他不敢来了，怕齐恒知道。再后来就联系不上了，我挺担心他的，我还专门到齐州去找了他，但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失踪了，我就在想，他是不是？ 躲到了什么地方？没想到前几天看新闻，就……那你这些话为什么不跟警察说呢？齐恒是法院的，我怕我跟警察说，警察反倒把我扣下来，说我诽谤，我有点害怕。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带你去啊？嗯，您是报社的社长，而且也当过他的上级。这是从郭念同学的平板电脑上拷贝过来的。他这同学姓周是吧？叫什么名儿？只知道姓周名字，我这一时记不住了。 老黄，这郭念的资料啊，我查过了，他确实是成都人，而且在树德中学毕业的，这些都对得上。这个应该是最后一封，11年9月8号，那就是6年前。对，那按照郭伦的说法，他最后一次见郭念是在9月13号。那假设他是那天遇害的。 郭念9月8号把信寄出去，又说要离婚，说完之后，几天就失踪了。难道真的？秋儿，我问你一下啊，这个郭念在上班的时候，他有跟你说过受到过什么家庭暴力啊，或者说暴力创伤什么的？这个倒没有，不过。 那个时候啊，我还不是社长，是新闻部主任。哎呀，他实在是太拼了，他在我们报社的用稿量，总是压别的同事一头，而且啊，他还主动申请加班出差，感觉呀，是一个没有家庭观念的女强人。社长，你好像是话里有话呀。<笑>我是认为，一个女人，如果家庭幸福。 他还会总往外跑吗？薛院长，你这就是性别歧视了吧？家庭幸福怎么就不能拼事业了？<笑>啊，玩笑，玩笑。进，不是队，报队。 法医的第二份报告出来了，经检测，在郭念右手咬骨下三分之一处发现有骨裂缝，疑似有骨折痕迹。你把文件给我。好，你忙去吧。好。不会吧？真的是家暴？我就烦你这每次都来这个先入为主，那骨折的原因多了去了，怎么就是家暴？ 也对，也对，还对什么对呀？到医院调查去啊！这个交给我。我跟你说说啊，这个鱼啊，你要做的时候，胡哥们儿，写胡丹吗？这改刀怎么重要呢？ 好像是侯志队来了。哦，大姐，胡哥们儿，哟，小妈你在哪？哎呀，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，正饿着呢，哥们儿就有这口福。哎，你先别坐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可是个病人啊，你就不怕传染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儿啊，我可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依法询问案情的。 少喝点儿。
别呛着了，案子都审不了。什么破酒啊，呱了吧唧的，盛点饭呀、啊，给我倒是。啊，我那个我减肥给你。说正经的啊，你这个亚洲站，你得好好想一想，有没有什么人、什么事儿，能证明你去那儿加过油啊？那三手古道那么偏僻，车少，那加油站又在一片防护里待着，很少人去才是啊。当时那么大拖车拖你进去，愣是没人注意吗？你还挺关心我啊。虽然我在调查你，但这是我的工作呀。老侯啊，就凭你这句话，啊，我给你弄点白的。赶紧的。水果让我拿给你。三五国道的78号加油站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一般录像半个月覆盖一次，如果只是一两次，或许还能找到。这6年的时间太长了。没关系，哪有那么快找到嘛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马姐，咱这儿是不是一个小卖部啊？加油站附近不都有小卖部吗？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？你说小卖部的人会不会看到些什么？这个警察估计都已经问过了吧？你觉得呢？奇怪。奇怪？奇怪什么？郭伦出来了。哎，对，快点把关。哎呀，你就别吃了，我都替你妈愁得慌。你就喝点水不行吗？刚吃完饭，吃点水果。小伦，刚才跟您姐夫聊了一下啊，他这是一条线索，你提供的郑多的嫌疑也是非常重要的线索。眼下就是找到水卫红。我那天在酒店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好像在前台取了一封信。什么？取封信？嗯。他拉着个行李箱，里边装了很多贵重的东西。我觉得他是要去很远的地方跑路。嗯。这样，我去酒店看监控录像去。我也去，大伙一起去。走。我们先去了。吃完的。你留着吃吧。停一下，停！看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，放大一下，好像是封信吧。再放大，看看他寄信地址。海南。哎，老婆，嗯，来吃顿啥、啊？晚上我启动无限。对那水月红的事儿查怎么样啊？嗯，我刚好跟你说。所以我就想了办法，通过这个澳门的孔令吉啊帮我操作，我就给吴家买了别墅和汽车，写在了佳佳的名下。小林来了。你太糊涂了，你这是害了你无双，你害了你无双啊！头儿，现报，苏寒和罗怀公一块去了中恒画院内的一个高级餐厅，咱们怎么办？罗怀公也去了吗？对。那如果要是见郑铎的话？罗怀公应该不会去吧？这样，先让你的人不要轻举妄动，别打草惊蛇。嗯，看一看见到的人到底是谁。明白。哎呀，
我真的是一片孝心，没别的意思。你这不是孝心，你这是要我的命。您别急呀、啊，啊，来来来，林阿姨，喝点茶。是啊，林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。可是现在这件事情真的有点复杂，有点严重啊。吴叔叔是一个清官，你也是提前内退的，这我们都清楚。可是孔令吉不会这么想，他一定会想啊，是不是吴叔叔贪污了钱款，通过我，啊，转到澳门，放在佳佳的名下。是啊，林阿姨，马上报警，我就不信还没有王法了。林阿姨，报警是可以的。哎，您想想看，给澳门警察报警，您能说清楚那边的情况吗？他又没有杀人，又没有放火，澳门警察会因为他问你借钱把他抓起来吗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行不通啊。对呀、啊，那想成这样，你不是他的朋友吗？你先给他200万美元，你先把他安抚住，好不好？是林阿姨，我是能借您这钱，可是现在我没那么多现金，我很多钱都投资了，对吧？都在项目里面，我还借了银行的贷款，不，我一时兑不出那么多钱。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怎么办？林阿姨，您别着急啊，刘总啊一定会有办法。这种事情啊，不能让他继续发展下去，也不可能让他继续发展。林阿姨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就是让孔令吉彻底的蒸发。蒸发？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你应该懂的呀。你是说把孔令吉？对。不行不行，那是犯罪小罗，不行，不能这么做啊！林阿姨，您想啊，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在于佳佳，佳佳在澳门，他万一对佳佳下手怎么办？佳佳出事怎么办？不行不行，不能伤害到佳佳呀，不能伤害到佳佳呀！我们一定要保护佳佳，对不对？为了佳佳，必须让孔令吉消失，让他蒸发，让孔令吉彻底的蒸发。